视，一个完全公益免费的佛教卫星频道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。长老简介：能学长老号元慈，嘉义县东石乡人，16岁时出家，民国44年受比丘戒，民国45年入福严经社清净应顺导师6年，民国53年任南普陀佛学院以及慈明佛学院主任兼教授，毕业于香港能仁大学文史系、珠海大学文史研究所。人称现代化僧的能学长老，为人慈悲，佛学素养深厚，40多年来一直在艰困的环境下默默从事翻印白话佛经的书圣工作，近年来办理佛学自修班，并且成立育幼院收养孤苦无依的儿童沙弥，现任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住持以及白话佛经杂志社发行人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！我是高雄市阿莲区新乡寺的主持明学。我平时拢将佛经甲翻译白话较无用，而且经费也有限，所以所讲无真济。各位若是有啥问题，使打电话来问我。咱今日继续来讲一个。《楞严经》第三卷经文安尼讲：阿难啊，你有修处路中禅坛，处向若何言语一诸？释罗法城40里内，当时闻起佛陀就去甲阿难讲啊，讲即嘛头前是讲，眼力笔啦，眼力。目睭看耳孔听，拢毋是真诶，迄是咱诶真心实性所现诶幻用。即马过来讲着鼻孔，安尼比耳孔就是嗅，就是鼻啦，哈。讲你若往迄鼻孔去鼻着即个行路中诶即个禅坛。煎坛咧，印度生产一罐迄个芳茶，迄讲足芳诶啦。迄煎坛香啊，比咱即嘛咧讲迄沉香搁较低啦，搁较芳。干那一株，即只吼，若何言语一株，日子言吼，你也知影，古代即言啥物咧？迄、那个有火字旁，迄语言是通用，来烧啦。讲你若是点火，甲烧一柱重的迄个煎坛哦，迄一柱讲24柱搭一两，你着知影讲迄一柱都像咱念香的一支茶呢。迄个。只要你点烧迄个煎炭香一煮安尼，都像咧念香一块素茶安尼啊。
规个释乐法城，释乐法就是写即个做写为城啦。伊个其实二月讲迄音吼，那国语吼，翻译音有呾，斯洛伐、斯洛伐、斯维，可能音嘛呢，翻译翻译吼，差些寡，所以字无共。斯维，斯洛伐。四十二来拢会，拢会讲迄时阵会闻到这香味，哦，迄个真正遐遐香。加咱台湾，可能无这煎炭香啦。即句句的意思就是佛陀讲啦，讲阿难啊，你去往偏讲个偏。以这香炉来咧烧这煎炭香，这香气啦，哈、啊！这煎炭香啊，只要对一言，含这言就是含这古代这言，古代的写对一字，只要燃烧一柱啦。一柱香就是二十四柱，搭一两。啊，恁着知影讲，迄一柱是倒个一支香茶安尼尔。只要燃一柱，点一柱的迄煎炭香啊，规个迄个笑语声，色发色到发声。四十里来了，拢会闻到这香味啊！经文搁安讲，伊以温和啊，此香为何生煎炭木？生于泥壁，为生于空。阿难。若果此香生于涅槃，情必所生，当将必出啊！必非煎炭温和，必中于煎炭气。清理蚊香，当以必入，必中出香，说文非义啊！这段文的意思就是讲，有道安尼讲。讲阿难知你的意思，认为安怎啊？这煎炭香啊，这个香气是由对来，是迄煎炭木烧了，为煎炭木来，还是？为你的鼻孔、鼻息、嗅觉出来呢，还是生自虚空？阿难啊，如果这煎炭香气是生在你的鼻息、嗅觉，是由你的鼻孔生出来，还称讲称作是
天啊所生的香气，应当香气是从鼻腔生出来，那讲是鼻腔，因为鼻腔生出来是安怎，不可能啊，讲不通啊，因安怎呢？你个鼻腔唔是沾喷香木啊，你若当生个沾喷香个气，安怎鼻腔中有迄个诶沾喷香个气呢生出来？你鼻腔都唔是沾喷香啊，沾喷木哪会生沾喷香个气？如果情况你鼻腔是鼻到迄个香气，安尼讲起来都唔是，迄香气唔是从你个鼻啊鼻腔内底生出来，是为个鼻腔入去个，安唔到都鼻到，你若讲。讲是鼻腔生出来，就讲不通了。讲鼻腔中生出香气，反过讲是鼻腔啊，鼻到香气，这不合道理啦啊！经文搁安讲，欲生于空，空性相应，相应相在啊。何者路中，日出高望，这言吼，就是甲小的意思。若生于异木，即处相知，因缘生缘，若必闻合望缘起，其缘天空莫及。微气遥远，四十里内温和依闻，时过当知啊，响必依闻啊，其无处所，即休一响而。此希望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这段文的意思就是讲，佛陀安尼讲啊，讲如果迄个香气是生伫虚空的。虚空的体性是形象不变，虚空啊，是永恒拢生做安尼无变。香气也应当形象存在，那是讲迄个沾喷香的香气。是虚空生出来，安尼虚空应该是安尼无变，啊，迄个香气啊，应该都无变，都永远伫迄个虚空中，既然安那，就搁
用迄个香炉中啊烧烧豆腐呢，点燃这个高杆高锅个，高锅就是煎团香，白搭的这个煎团茶。意思就是讲，那鱼孔生出香气，鱼孔拢无变，啊，这个煎汤香气嘛，永远底下拢无变。那得过，迄个用过去迄个香炉哦，烧迄个煎汤木带有香气呢。我如果迄个香气是生伫迄煎汤木个。安尼，即香料木质了，因为燃烧以后，啊是燃烧以后会呛烟啦，到迄香气产生。如果鼻子凝滞。能得气温高，氧气合理片片啊，应该往受到迄个烟氧气，温量那受到氧气，但迄个烟气呢？平常天空还没散到遥远的所在，但是城内40里遥远的所在，安怎会当已经都有闻到这煎炭的香的香气？因此。应当知影，这香气鼻息和闻香的嗅觉都无实在的处所，能嗅的这。鼻息，含所吸的香气，这两种鼻啊喷烟出入的处所，都是咱真心实性中希望的幻想幻用。本来都唔是。实在因缘所生，也不是像外道所讲的自然而有的体性。这今日讲的，这就是咧讲到迄个六根的笔啦。一些嗅觉，嗅就是鼻啦，伊个对象就是香气、芳含臭啦、气味啦、花的香味、香的香味，拢是香径，还是记一个煎炭香来记鼻子啦。讲这煎炭香。那是出自虚空，这个香气是安怎来出生伫底呢？生伫迄个虚空呢？虚空是永远无变啊！迄虚空迄香气都永远无变。嗯，啊，讲那生伫即块许煎炭木烧起来，伊会呛烟啦。穿个白烟向顶面穿，啊！烟并无去
请教你的健康，你安怎会当闻到？四十二日安怎会当闻到？迄鼻炎是称为虚空起来。即咱咧，迄气站吼，迄个界定真香啦，罗香站拢讲到这香哦，罗香炸热，迄罗内底香味哦，炸热炸就是一个啊，就烧起来，法界望分，西方世界拢有闻到这香气哦。所以恁咧请罗香站，就正像即下咧讲，法界王云，诸佛海会色妖云，诸佛海会的护菩萨，拢将都闻到，四处结相云，迄缘起来结一款迄个结相的迄个缘起，所以罗香站都拄仔咧讲像我遮咧讲个，含罗香站真相共。你讲若是出伫迄块茶，香气出伫迄块茶，迄块茶是清烟起来，安怎迄烟并无走到四十个里，安怎四十里个鼻鼻芳气，我本人离开台湾外东。本来台湾了，看到这个古文啊，佮建筑深，所以法官拢佮翻译白话，到即摆已经翻译144本，每一本翻译好，拢应规万本全台湾，逐间大学、逐间佛寺拢加结连。啊，若是在家技术有随喜做，因都寄互伊。到即摆全世界大陆、东南亚、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。阿祖娘死人拢定写回来甲讨，咱遮若有一点收入，就拢用经常活咧卖，还去救济救人，还收几啊箍二，用伫两台电视方法。即摆过迄个加一个迄个网络啊，第四台啊，做天一电视台，迄网络诶，毋是咱普通电视台哈。你若网络拢收会着，我内底有放我的录，钢筋啊，啊，做天一电视台。恁网络若找着天一电视台，我拢每一个拜一，3点到4点啊。恁若有网络会使收看吗？安遮。头前殿就是镜头这间，内底有一尊300吨的观世音菩萨，那是清朝台湾第一位清公主，由南海普陀山请来，真请南海观世音，各地来参拜，拢得到一大灵感，我家己都得到一大灵感。8-9年前，我和人无过含海。从地方法院到最高法院已经判我死脉无罪，还伊阁要继续甲我上诉，我赶紧去跪咧求咱300吨的观世菩萨，讲爱甲改期。有一人就忘记观世菩萨了，我头壳顶甲休甘露水，结果，没偌久，最高法院就将伊上诉甲驳回。讲你到即马啊，提袂出人证物证，无啥物新的证据，袂使阁上诉，到这为止。呾三审定谳，还我清白，迄就是观世菩萨甲我解救的事实。但愿观世菩萨保庇大家平安，感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
品味。东洋古刹新桥红寺，供奉南海普陀山300年观世音菩萨圣像，欢迎十方信众前来朝礼。新桥红寺数十年来推动一印白话经册90多本，赠送海内外，另外办有学自修班、修养高理等，培育未来弘法人才，并且办理慈善事业。因为经费有限，恳请十方大德来扶持。话拨号码：00448584，户名：新桥红寺，电话：07-631-2291，631-8391，地址：高雄县阿莲乡凤山村95号。感恩能学长老一生慈悲开示，弘扬正法，祈愿长老上品上身，早日趁愿再来，广度众生，利乐有情。台中光明山佛恩寺启建第二届护国千佛三坛大戒会，时间113年3月3日起至4月16日止，农历1月23日起至3月8日止，共45日。地点：台中市太平区长荣路366号。洽询电话：04-2270-2077，04-2270-2077。我想担任国民法官，但我不在的话，谁能照顾我们家小宝呢？没烦恼啦，为了让你安心参与哦，国家会提供临时托育哦。那妈妈可以安心的当国民法官了呢。对啦，但是到有叫人分一点好不好？有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国民法官需要您一起参与。当我们去扫墓的时候，我们的祖先真的会来迎接我们吗？那第一个问题，我们请师父作答。首先，我们刚刚说了，祖先死后会有6种的可能嘛，三善道跟三恶道，他除非在三恶道里面做鬼，而且很执着在当地。比方说我执着我的坟墓，我执着我的牌位，他才可能会留在那里。那你后代子孙去的时候，他就很开心，有人来拜我了，就是他要做鬼才可能在那里。他如果不做鬼，他就不会留在坟墓那里或是牌位那里。佛陀的大慈悲，就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祈愿法会特别节目。